你会有第二胎的计划吗？我办不到，我办不到。近距离的看到我长着胡渣，像不像？就是我从这样的身高看过他，像不像阿基拉？像不像阿基拉？像不像阿基拉？喂，那张阿基拉好走得好远哦，他在怄气是不是？走很。一般夫妻哦，老公走在你前面都是不是很开心，然后太太赶快拍一张纪念，哦、说没送票，没送票，赶紧给没戏啊！你看哦，你越像那种媒体，就是看图说故事。对不起，我错了，我在道歉。对对，我跟老公不太一起运动，他其实是一个非常节制，然后运动非常规律，然后运动强度非常高的，所以应该没有办法一起运动。哇，变美的诀窍。我常常会说，我很希望大家灌溉自己青春的心境。真的，皮囊会老，很多事情会变，但是我觉得青春的心境会让我们永远快乐。我觉得那个会是从内而外可以散发出的光芒，所以我希望大家可以永远灌溉好自己的青春心境，你就会拥有不一样的青春人生。没有，我其实从嫁过去之后，然后包括生孩子这一切，现在带孩子等等，我很感谢我婆婆给我所有的支援，我真的很爱她，所以我不太会回答这个有没有什么婆媳问题。我觉得用心以待，一定要把婆婆看作是自己的妈妈。这样关系就会好起来。我呢是最新状况是说，因为刚刚另外一场小 S 有记者会，他有提到你啊，他说母亲节的时候想约你一起聚会啊，你要不要回应他一下？他很忙哦，他真的很忙，我有试着约了他两次，然后他说他要跟男偶像拍广告，他就没有答应我的邀约。我希望他拍得很美。我们家宝贝他好像从婴儿期直接跳过到儿童期，就是其实他真的很高，就是真的才一岁多，然后带出去大家都说是四岁的孩子。好像比较黏我，可是现在很喜欢跟爸爸玩游戏这样，然后爸爸也会带他去玩水，我觉得很好。互动都很好。请问你会有第二胎的计划吗？我办不到，我办不到，对不起，我真的办不到。对，我觉得，上帝给了我们最好的礼物，感恩再感恩，我会用我的一生来灌溉我的家庭，还有给孩子最多的爱。那你们应该一个小 baby， 我们就很满足了。